助理，请给我一个温暖的灯光。好，随替你调整。这样现在我想要来一首可以放松心情的歌。好，现在回来为你放松。这首选了不错哦。提醒你，明天有两个行程，开始时间是早起10:30。你实在有够大心的啦，有你在的真放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柯，甲恁介绍我的智慧 AI 小助理，伊会当操控骑机设备、管理行程、记录甲学习使用者爱啥物，有啥物需要会当直接用讲的语音辨识。听有指令，而且会认得主人我的声，是应用在生活中的 AI 技术。AI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已经不是青春的科技，它直直在演变、进化，直在当领域都可以看到它哦。可比说 AI 会行棋，会晓写程式，会晓自动驾驶，会晓做影像和数据的分析，也到到在日常生活中普及，变作人类最好的助手。 AI 到底要有什么新发展，对我们未来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？我们就做伙来去跟 AI 算哦。有一种 AI 人工智慧可以生成内容，文字、图片、影音都可以产生出来，合作生成式 AI。 ChatGPT 就是一种文字型的生成式 AI。ChatGPT， 请替我写一首关系寒天的诗。嘿，你看，伊写到有鼻有嘴，而且足紧就写出来了呢。AI 这么精工，那同款的问题，再问一遍，会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咱再来个试看卖。ChatGPT， 请替我写一首关系寒天的诗。哇！出现一首无同款的诗呢，哇！是安尼哦 ，ChatGPT 是甲人类伫网络大文字看过了后，找出咱讲话的习惯。当面对提问的时，就会当照样学样，甲进前学到的，甲这个问题有关的文字列出来，一字接一字，生出语句。就算问到同款的问题，伊嘛会定进行一摆排列，生出无同的内容哦。新生成 AI 可以创作文字，也可以创作图像哦。以前我们想要找某种图，就要去图片的资料库抄写一下，费尽精神气力，可能也不一定能找到适合的图。现在有新生成 AI 啊，我们就可以来倒脚手。残捧花正值随风飘，哪像人咧仙境，随干哪诗哪话。我当咧输入指令给 AI， 给伊照我问伊讲的去生成图片。哇，这张图是 AI 创作出来的作品呢，看起来足像像的，但是阁有淡薄仔模幻感。想袂到只要简单讲几句，伊一个啊，就会当生出来呢。AI 生成图片的速度紧，创意力甲想象力通甲人类比，甚至会当生真侪乱思想的画面。你若还阁无满意，你就会当甲落个较侪指令，予伊生出来图片，阁较接近你要爱型哦。有 AI 图像生成，就算是完全袂晓画图的人，只要你有够有想法，知影安怎甲 AI 沟通，也可以生产出甲人无同的画面。伫广告甲设计即挂创意产业，当大家想到新的主意，就会当透过 AI 的帮助，生出视觉模拟图。就算是超高画图的画图师，也会当甲想法灌入去 AI， 和新型的图片为家己的创作提供灵感。新时性 AI 是安怎会当照智能产生内容呢？咱看人类学习的方式，先读足侪册，头壳内底满满的知识，当然就通有问必答咯。AI 学习的方式就甲咱人类同款 ，AI 会对网络顶吸收非常大量的资讯甲内容，包含文字、图片、影片等等。伊吸收的资料愈多，当人类提出知识的时，伊愈通发挥相对应的内容，而且逐摆提供的内容拢会无同款。
这种随机性的变化，和新形式 AI 加无限的可能。除了图像甲文字创作，也有音乐编曲、制作动画，也有新型影片的 AI。只要输入文字，因就通自动生成电影，创意直接变影片。说了来，咱就来欣赏一段 AI 生成的影片。来到森林的尽尾，飘散金色的落叶。阿青用黄金大地前进，就要到目的地。仰望天顶，看到大片的身影，大连的黄金树，彩在目睭前。这个动画影片的画面、音乐和口白，都是 AI 根据我给伊的指示生成出来的哦。AI 是咱学习知识的好助手，会当倒翻译、列大纲、列出重点，嘛是工作的好助理。会当把懒散的资料画作图表、做干部，甚至通发挥创意、作词、作曲、画图等等。不过，因为 AI 生成的内容是对网络顶大量的资料浓缩甲出来的，网络的资料真多，并无正确。技术 AI 生成也会出现错误的内容，所以咱袂当全盘相信接收到的资讯哦，爱养成查证的好习惯。真侪人烦恼 AI 愈来愈精工，愈来愈高，敢会取代人类呢 ？AI 真够计算、分析、记忆，会当伫短时间内学习大量的知识，但是人类也是有 AI 无的特质。可比讲，人类有丰富的情感，会联想，会创作，会当透过感官感受世界。搁再讲 ，AI 真有可能有差错哦，伊会以假乱真，乌白讲话，上尾也是需要咱人类来判断、查证才会用的哦。生活伫 AI 时代，若要烦恼和 AI 取代，不如加去思考安怎和 AI 变作咱的好助手。变作咱人大脑延伸，分工合作，和 AI 做伊所长的代志，人类做人类所长的代志，各出所长，敢毋是真好咧？我是可可，安尼咱今仔日讲到遮咯，后摆再会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音乐开讲室，我是 Alice。人类是真聪明的生物，创造出有人工智慧的机器人。人工智慧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， 简称 AI。AI helps us solve problems。AI 帮助咱解决问题。When you are learning, AI is a good helper。当你咧学习的时 ，AI 是个好助手，会当翻译，会当对一篇长长的文章归纳出重点。不过爱说你 ，AI 资料拢是对网络顶出来的。不一定正确，有时会胡白讲话，所以 always do the fact checking， 一定要做事实查核哦。今仔日讲到的例子有 artificial， 人工的 intelligence， 智慧 solve， 解决 fact checking， 事实查核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英语开讲室就先到这，后摆再会喽，拜拜。Hello， 可可。Hello， K。今仔日我准备真好耍的物，才要来客你。好啊，做你来。第一个呢，伊是脑筋急转弯，电影大面去必备，伊的顶级出合作啥？甲啥有关系？甲今仔日的主题甚有关系 ？AI。科技类的，算你无看过这出电影，你嘛又会出来、对这个电影名去想。达芬奇，达芬奇，米贝，米贝，电脑内底米贝，电脑内。你在输入米贝，你还个输入啥？通常，你在顶级的是啊，考座啊，米贝。所以顶级出叫做啥物？达芬奇考座，无唔对。啥啦？哦，拜托这啥？姐姐练笑的啊！哦，受困难了啦。要会使吼，会使吼。第二题是超人保护地球，安尼啥人保护城市？啥人保护城市哦？
钢铁人，甲超人有关系。钢铁人和超人无关系。哦，甲迄个英雄无关系哦，感谢呢。对对对，哎，啊，前面是药神，药神人保护城市啊。啊，敢是人名？伊毋是人名。嗯，啊，甲甲 AI 有关系。甲 AI 唔免甲 AI 有关系，甲电脑有关系。甲电脑有关系。保护城市，保护城市，头前后边那叫什么？讲起来就是保护城市啊！要是你有想到啥，保护城市哦，樱木保护城市。喂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樱木，樱木保护城市，就是这种类型。大家看我要掉，够难的啦，有介意不？你有要掉不？你有要掉不？困难，应该会到最后弄比较大吧？好啦，后拜再会，后拜再会哦，拜拜。翻开未来的国度，冒险去。